记者刘冰泉南头报道，真是贼心该败，连车内空无一物，尽是飘散扁白香气。盗运赃物的违法勾当，还是被机警的警方查获。三十九岁刘姓山老鼠，常年在山区盗运扁白，近日将作案车辆停在西头替代道路，不料因车窗未关，车内满是扁白香气，因此飘出露馅。 警方见车内无人又空无一物，便循线追往车主刘南住家，结果真在屋内庭院发现三十八块珍贵扁柏，总重六百八十三公斤。刘南无预警的被警方找上门，错愕不已。由于赃物罪证明确，讯后依法移送侦办。南投路谷警方表示，对于山区道路无故出现车辆停放，都会多加留意。 特别是该案车内还飘出浓浓,浓扁白香，虽然空无一物，但查车主是辖区治安人口，便前往家中查看。没想到一到刘南住处，两块扁白就大赖赖放在庭院。进一步追查，还在铁皮屋内发现三十六块扁白。刘南对此坦诚犯行，并称赃物是月初到山林西山区捡拾在回顿放。 怎料还没找到下游买主就被逮，警方则通知林务局人员查扣赃物，并将刘南一切盗及森林法移送法办。